Hello 啊，饭也 OK 了，先来咪西吧。此时此刻，我已经来到了大理的双廊古镇，对面就是洱海，这就是我的海景大床房。出去一起感受一下双廊的慢生活，走着。洱海醒来，哎呀，文艺了，文艺了。咖啡、下午茶、15号甜品，请啊。我这一坐到下午快5点钟，要不是手机没电了，我还能接着坐。我先回去充点电，咱晚饭吃点电。现在已到大理时间晚上7点多，天还没黑呢。今天晚上简简单单整个下饭菜，来碗大米饭。经济半小时，这名起的怎么嘚儿喝的？就搁这吃着了。推荐一个那个辣的下饭的红山豆，多的什么东西啊？小炒黄牛肉、红山豆、我看看，辣牛肉末，在哪啊？这是红山豆。红山豆，这里边是剁椒加什么？青椒、肉末、番茄。青椒肉还有呢？再推荐一个。这个吃不下啊？不是你，我这给我几个选择呀？小炒肉啊，那还有小米辣牛肉末，小米辣什么？牛肉末，你给我来这个吧，就这个吧，云南红山剁，然后再来一份米饭，OK，好，谢谢。这哥们儿说他精通八大菜系，哈哈哈。吹牛的，菜名是出名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你在吹牛逼，哈哈。下单吧，云南红山剁上菜了，青椒、番茄、肉末，不知道是啥肉啊？这一大桶米饭啊，厉害了，饭桶啊！开始搓试试，这个就直接上勺这么吃才好吃。拌饭，再来一勺，拌一拌。哎呀！什么感觉我不知道，反正好吃。好吃，真好吃。下饭，第二碗开喽，第三碗，菜已经没了。肉香香的，菜吃完了，饭还剩一点，吃不完了，最后。整一口82年的普洱啊，帮我看看这普洱到底是不是82年的。OK，下个视频见。体质都看到这里，留个关注再走呗。